天华天教育基金会每年秋暖开办的暑期写作营，今年罗州区选择成功国小开课。因为报名真踊跃，所以伊只年级分做两班，希望囡仔透过课程的学习，拢会使学着物件。今年秋暖，天华天教育基金会选择罗州区的成功国小举办暑期写作营。学校相当感谢基金会会使引进教学资源，希望参加的小朋友拢会使透过这摆学习有所进步。那很谢谢我们天外天的团队引进我们作文教学的资源，让小朋友呢，让我们成功的孩子可以呢运用这个机会，用非常有循序渐进，让小朋友呢非常有兴趣的方式去学习作文教学。天外天教育基金会这几年开办暑期写作营，除了得到学校支持，也得到不少家长的肯定，所以很多学生都是在爸爸妈妈的鼓励下报名参加。原本我也不是很会，然后就是爸爸要我来参加，然后我可以多进步。今年活动设计部的课程，老师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，让学生透过引导加想象，写出五篇到六篇的作文。而且在结业的时阵，以将学生的学习进行互因奖励。记者新庄林金如罗州采访报道。